我在昆明。昆明？我想离你近一点嘛。我想离你近一点。万一出了什么事？我好想办法帮你处理。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小秋。大年三十你跑出来干嘛？你不过年吗？因为我跟我爸爸闹翻了，我来这边投奔我姨妈的。啊，哥就到昆明有300多公里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路上有很多好心人帮忙的，不过我还是骑了一天一夜。怎么样，我厉不厉害？你佩不佩服我？我太佩服你了，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骑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想你了。你爸上次对你发脾气，他要对你怎么样吗？没有。我们去割酒吧，我要跟你爸爸说一件事。你现在不能去，现在他在火头上，你们俩会打起来的。说真的，我要告诉你爸爸，我要娶你。如果他不信的话，我叫我爷爷亲自来提亲。那你们要是打起来的话，我都不知道帮哪一个。再说我们俩认识没多久，是不是太早了？小秋，你的脸好烫啊。我没事没事。肯定是发烧了。我没发烧，不要紧。我们去医院好不好？不去。那我们去找一家药店，然后买一点药，可以吧？嗯，立川。好吧。给你姨妈打个电话，大年三十离家出走，担心你的人一定很多。